小火沙棘是沙棘的其中一个品种，小火沙棘里面全面的营养素有299种。在制作这个沙棘汁的其实是一个药师，他很清楚就是药物对人体的影响。我们就到了内蒙古那个地方，刚刚好他们用沙棘来当迎宾饮料，所以他喝了这个东西之后，他就觉得这个口感非常非常的自然，所以他就在内蒙古当地呢实际去了解他整个摘取种植，然后到后面整个压榨的过程。在整瓶里面可以看到满满的果汁之外，还有果油跟纤维里面的成，就是整个一体的。我们讲求的就是一个全植物的营养，所以我完全不抽离任何一个营养素。它每一颗果实，或者是它每一批来的那一种香气跟口感都不一样。好，所以我们坚持每一批检验，然后让消费者喝进去的部分是非常放心，知道它这一批里面的含量有多少。我们沙棘汁呢，从内蒙古那个地方呢，就是压榨完就成原浆之后呢，它会用一个就是抗辐射袋去把它整桶整桶的海运过来台湾。在他们海运过来台湾之前，他会给我们看规格，就是这一批里面的成分，然后工厂在验货的时候呢，也会照着这个规格表去验。如果这个成分低于就是它的标准之后，我们就会退货。那我们特别找了能够制作眼药水等级的工厂，它的落菌跟落尘数在100以下，等于几乎是无菌无尘的状态。我们叫诚实的原因是因为橙色果实的发想背后的精神是诚实的原料，诚实的制作，然后诚实的告诉大家，所以我们不做夸大的行销。